累充领取下六块啊，十二块，这是给这个元宝给很多，36、60、98、148、198、398、398、598，我们已经充了747了，我的天啊、将免费向本服所有玩家发放累充红包发下，这里还有两个1500的，这个是发这个元宝对吧？现在我们已经有21万钻石了，我们再领取这里累计消耗这个元宝领取一下。好，累计消耗2万元宝。待会儿我们升那个坐骑应该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今天榜首可能拿不了，这个最榜的榜首大神可能还是够呛啊。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充点钱，我们就充一个这个998，就不怎么再充了。这儿有1000多个这个材料，这是刚才累充领的吧？这能给这个坐骑升好多。这个坐骑的这个画面，这能放大点就好看了。视频怎么更新那么慢？哎，我的错，我的错。今天已经在努力更新了，今天我更新了4个短视频，然后加上2个长视频，还是说慢。等等吧，今天还要再更新2到3个长视频的，稍等，这儿再升一下，这坐骑好多级啊，1944，哇，已经2000万奖励了呀，各位，好夸张。然后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休闲游戏，大家想玩的话可以去这个公众号搜索这个七里网络，就是7公里的7里网络，然后找这个名字叫做天剑奇缘就可以了，哎，就可以下载一下，这儿再领取一下，然后我们去充个值，4阶坐骑直升，哎呀，这个忘记吃了，3阶，我的天，这还有，来，我们再充一个值。就是我答应大家要充，充到2000块钱的，充一个1498，我们今天就不再充了，剩下有些零散的，我们再充一下吧。感觉这个1498都多了，充一下吧。剑魔斗罗是吧？等一等，再等个30分钟，到时候我们这个游戏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号送出去，副本领取一下。哦，就是刚才那个副本还要再打，乱充，就乱充一个，没有办法。真的，我今天要充2000，别的活动已经没有了。这个大家充的时候千万不要直充，刚才像这种直充是很亏的，一定要去充别的。像我刚才充这样的是浪费，千万不要，就是尽量不要充这里的。土豪老板随意，好吧？怎么送？待会儿说。免费送，这已经 SVIP 8了，这可以领取。哦，这个每日礼包又刷新了 SVIP 7的，给了一个原子武士加了198万，2180万了。今天我要是能到这5000万，我就瞑目了。再领取 VIP 8的礼包，10级魂师给2个，一个青龙，一个啥不知道。每日礼包领取，这个既然每一档都可以领，那你们从 VIP 1开始就要领下这个每日礼包，你就可以领10档。然后福利我看一下，他说第二名还差319万，战力超过我，我这坐骑榜已经上榜了呀。榜首战力条件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哦，是500万就可以上了。那第二名就是1900万的样子啊、这里应该是假的，这里应该是这游戏骗了我，刚才都没有人上这榜的啊。哦，我知道这没有骗，是这样的，他这个战力500万战力不是我个人总共的这个战力啊，是坐骑的战力，坐骑是坐骑，我光这个坐骑就500万了，然后第二名的人他是有100多万的这个战力，所以他刚才就没有上这个榜，这个榜的话必须要有500万战力才有，他应该是刚才只能排这个第多少名，战力条件可能只能排第11名吧，刚才那样。哇，这个好惨。然后这全民狂欢领取一下，战力达到1000万、2000万、5000万，争取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福利领取一下，再先20分钟。然后周卡领取一下，周卡领取。好，升级十人选，随便选一个吧。再来寻宝，今天寻宝寻一个开心，这个法宝寻宝，仓库不用看吧，别指导我了，谢谢。寻宝的话，免费的还有吗？巅峰寻宝有一个免费的，至尊免费的一个，符文还没有开，要打通80关。这个我给这个游戏一个建议啊，就是。啊，这镶嵌的这石头，镶嵌一个青龙，加9万啊？怎么实际的青龙？哎，我不是点这镶嵌的吗？它这没有镶嵌呀，这怎么回事？我比如说我点右边这个镶嵌这个装备，然后再点这个石头镶嵌，但是这个怎么不在了呀？这个好奇怪啊！现在有了，现在可以把这些镶嵌一下。好，宝石都升一下，这个一键升级，一键镶嵌应该做的更智能一些，会更好。这个游戏应该还是比较新的。哇，2700万了，这个石头也还可以啊，也还成。然后强化大师升级。可以了，退出。这里我们准备要去做这寻宝了，我看一下别的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激活的。现在其实就应该做这里的这个主线，然后和这转身慢慢做这个主线就可以都转身成功，对吧？这个没什么悬念。现在我就抽抽卡，给抽抽这个奖给大家看一下吧。抽奖，这儿领取坐骑培养达到80级，给了个逍遥散仙的一个礼包，再领取 ，OK 啊，东西好多，再激活。斗罗大陆应该是10-20分钟吧，我尽快好吧？看我这已经很快了。希望你不要再催我了，谢谢。这里再升一下，然后伏魔升一下，这是我们开的这个法宝，待会我们再抽一点应该能开很多。战力5000万，别告诉我充那么多钱还到不了。我刚刚其实只充了600-700就到这个2000多万了，充2000应该是可以。再来领取，
转盘看一下抽奖次数，哦，投入200元宝，四倍多少多少倍，投入这个元宝它会返什么东西吗？哦，它是返 1.5 倍元宝，投入15000它返28000，这个肯定是都投完最好了。抽奖次数不足是否充值？它是充到2400块钱再送一次，那不用了，这已经有77万的元宝了，这元宝已经足够了。这2万的玉，我的天，这2万的玉我今天应该用不了，应该是没什么地方可以用的，用的话就只能把这个玉强行转换成这个元宝，这样特别的亏，还不如就给之后的人呢。这里寻一下这个至尊，至尊再寻一下，它是需要消耗16000，对吧？我们消耗一下，再冲，再抽，我们一样抽一点吧。这里的大奖就是这个神界星石和一个神域星石，再来，但这个大奖也没有提示，应该是还没有抽到，再抽。我们先抽到600000的这个元宝，哎，给了一个神界星石，哦，我点太快了，抱歉，都点没了。就是50次抽，这已经59万，算是不够了。又给了一个神域星石，好，这个就齐了。然后再来这个巅峰寻宝，是给仙界阳金和仙域阳金抽一下，没有，没有，再抽一下吧。朱雀魂石不错，不要提醒我了，抽起来。我们抽到这个40万元宝，你就看抖落才关注是吧？那你就看呗，我也没挡你，你去看视频就可以了。给了一个仙界阳石，仙界阳金，再抽一个这个仙域吧，走你。好，又给了一个仙域阳金，哎，可以了，不需要再搞了，还剩41万元宝。符文的话没有开，抽一下这个法宝吧，太极符、诛仙阵图，这个法宝应该是可以多搞一点。这里面这个大奖应该挺多的，你看有四种不同的这个红色的，给了一个神农鼎、乾坤弓，这红色的还要比这个金色的还要好。这个游戏的设定是这样子的：苦心钉、招妖幡、太极符、乾坤弓、降魔杵、三宝玉如意、昊天塔啊，给了一个红色昊天塔 ，nice。谢谢雨生的吃瓜，谢谢。这里再来降魔杵、清净琉璃瓶。你只喜欢看主播充钱啊？好的好的，感谢。三宝玉如意 ，nice。琉璃瓶、诛仙阵图，这儿还有31万的元宝，我们抽到剩20万吧。七宝玲珑塔好像是已经抽到了有三个红色的，还差一个什么？好像都抽到了吧？昊天塔有没有抽到？我不知道。七里老板的游戏好精良呀！啊，这不是他的游戏，他只是代为发行，他只是一个渠道，这游戏不是他做的。都抽到了，好的好的 ，OK， 感谢提醒。装备寻宝的话要天劫14关才开，这个我们不需要了。这还有24万元宝，我的天哪！这个那今天预算感觉搞多了，这1500应该就完全就是浪费了，完全就浪费。这种视频游戏，刚才有人提说我乱，刚才有人说你乱冲。我就突然反应过来了，好像确实不是这样冲的。我靠，这两天这个斗罗带害了我。我斗罗，我这两天都是先冲，冲完之后再搞。我还想着，哎呀，这里激活一个什么？这个需要把这里的任务都做完，才能激活这个经验增加的这个东西。我们把上面东西做一做。现在战力还没有怎么提升，因为刚才抽的这个东西还没有用。寻宝仓库已经全部领出了，现在我们去用一下。直冲元宝很亏，是的，是的。其实慢慢玩就很划算。我们这个游戏也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红点消消除”，超能力者消耗20万元宝的，给了一个这个彩色的土豪的枯燥生活。这是什么？消耗50万元宝，给一个这。哎呀，做一个游戏也是真不容易，是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游戏要赚钱养活自己还是挺难的，就是他可能又有研发又有美工，养了10好几个人，然后你还能赚回来那么多钱还是个问题。这是在投资，这是十倍返利无所谓，这是等级返利，领取，先领取一下。哦，稍微投资一下，这是投资3000元宝就可以了，能播一个月吗？我的天，这个还是算了。这个真灵兽法，这有好多东西，初级副本我还没有打，一键挑战可以吗？它是要先打过一次这个副本才可以一键挑战，鼓舞不用拉了。这种游戏一个团队可以量产好几个，应该是改一下可以做一些新的，但是你看这个游戏和我们这个九州仙剑传或者和九州八荒传应该是很类似，但是它这些东西就是要换一下，对吧？然后功能上做一些小的调整，批量做能不能做我不知道，我毕竟没有搞过这种游戏。这儿一键替换，这个东西怎么现在才是2800万这个战力啊？2850万就点完了，刚才应该是一键镶嵌的，一键镶嵌，镶嵌少了，这是在升阶，升完好，红包领取一下，现实礼包再买一下，这个是花元宝或者花玉买的，不是充钱。这下面这个任务有点多呀，这一小时感觉干不完，真的。标熔炼完成了，等级达到40级完成，通关第11关闯关，这每一关都要点一下这个闯关，然后打一下这个大 boss， 打过了你就可以去下一关，然后再领激活一个创世法宝，这能激活了，哎，激活了昊天塔，激活加多少？加7万，那么惨，激活流云塔，自动闯关有吗？
哦，有了，现在有了，哇，之前是没有，现在是有了。抱歉，我之前都是在那个电脑上用模拟器玩的，这些东西当时字还比较大，现在这个字小了，小很多了。聊一句，随便点一下，返回。那现在就可以风光闯关了。我就说，要手动点的话就可难了。现在我们就可以转身，再领取每日俸禄，领取，魂是达到240-250，我是到了380级了，这可以领好多。再激活这个创世法宝，再激活我们的神农鼎和这个什么清净琉璃瓶，再升级一级，升二级，升三级。这材料还是挺多的。哎，它这个升级还挺自动的，就升级你不用去点，它就是平均升的。这游戏要是升级送现金会很多人玩，应该会吧，但是那种东西我感觉基本上都不靠谱，毕竟游戏是要赚钱的。升级送现金的话，真正送现金的还是很难的。包括我们玩那个远征二，说是要送多少钱，200块钱是吧，他都没有送。哎，但是之前玩的那个驯龙物语是送了很多钱，那个客服是达到要求就送了钱的，那是第一个妄图玩过那么多游戏第一个是真的给钱了的游戏，不仅我的钱给了，我粉丝的钱他们也给了。就是，但是那个游戏你可能充个2000，你能领取200，对吧？领取200的返现，你充少了是领不到的。这个要求肯定还是有的，都是这样子。然后再激活，融会贯通什么鬼？现在小游戏送现金都是假的，是的。但是，就是永远都是有新的这个韭菜，永远都是有一些不知道的观众，他会上那样的游戏的当。那种游戏，尽量不要玩，送现金的还是少玩。这个游戏还是算是比较正规，就是画质没有办法和一些大厂做的相提并论，对吧？哇，这升好多，但是这战力加的有点少了，各位，只有3300万，有点少，挂机收益好多，假的，但是能够引人，也不能为了钱就什么都做吧，对吧？那样的游戏做不长久，它就是团队，就是做游戏的团队，咱中国一开始也没什么手游，好的端游、手游都没有，对吧？那现在也有一些了，都是从一般开始做。你如果一开始做的就很 low， 就是想要去骗钱，那你永远都做不起来，你家公司永远都起不来。这我刚送了好多好多东西，所以可以升好多次，都是5兆小游戏。这个也就，应该是100兆吧，不会高。谢谢真帅，9品散仙领取，这转身又可以转了，是不是？闯关天劫27关了，再去打，再领取，激活4个创世法宝。我们这个9品散仙会一直升到8品、7品、6品，一直升到1品，转身再搞起来。呀，要85级，85级怎么办呢？这多人副本打下吗？转身这个单可以一键转，那么就直接转了，加3万，这倒没什么东西，开了一些新的功能，再升就得要120级了。然后仙位再领取一下。哎呀，先等等吧，附加旺财一键激活是刚才买的，给一点元宝，神圣护体，然后是装备套装，穿戴一下，点亮，这个加的好少啊！这里还有个仙体，一键修炼。排行榜有没有看？排行榜基本上不用看，已经第一了哦。给了一个红色法宝，他就激活了这个欧皇附体。这是插播小游戏啊，各位。游戏主要我要玩的还没有换，这儿装备寻宝可以寻了，但是这个七阶的应该一般般。我们花一点元宝吧，花留个10万元宝，这是3800元宝抽一次，50抽，给了一个熊猫刃 S2 的。这个 S2 感觉还行，但实际上应该很一般。哇，玄宗戒指来了，这就是这个大奖啊！我们要抽这装备，一个是玄宗戒指，一个是这个玄宗玉佩，就是帮老板打个广告，小玩可以进来蹭一下。妄图打不玩元神啊，玉佩也抽到了。哇，这个真的是一样一个，这个还是挺 nice 的，挺良心的。这里还有10次机会啊，顺便就抽了吧，抽一个太极符号点塔，又抽到一个号点塔 ，nice。元神我就是去做了一个抽奖，其实挺亏的，对吧？抽完奖这个号就卖了，那你卖了多少钱？如果去玩的话，我那个游戏也真的不怎么喜欢它的画风，但是我知道它很火，确实主播哪里火就应该去玩玩什么，就应该往哪里钻，对吧？但是我确实没有去搞，非常抱歉啊。这领取，好，然后天劫领取这里的这个碎片，这个其实和98红鹿很像啊，这功能之前都有的，放入碎片激活。这里家战力太少了，预售培养一下，这里有1200多的材料，就靠这个了，3600万，3620，感觉也不够啊。3650，3666，没几个人愿意看直播是吧？原神也枯燥吗？也太有礼貌了，这就是九州，但是又不是九州，名字和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肯定是应该是差不多厂家或者差不多那伙人吧，可能公司换了个名字，但就是那伙人做的，这些素材都是用的差不多，然后名字可能新想了一套，对吧？然后和以前玩的有一点小区别，仅此而已。你喜欢看这个吗？好，我知道这个游戏会有受众的，感谢你的喜欢。但是很抱歉啊，这个游戏我玩不长久，只能玩一天啊，抱歉。
这是红包开了，然后日常领取了，日常怎么有那么多？这日常我已经有190的活跃了，这要做完的话感觉会有个300多的活跃。然后这是每日降妖领取一下啊，哦，挂机场景打满那么多怪物就可以了，这个功能倒是之前没有见过。好，再开机宝箱开起来，右下角这个探险副本今天我做不完的，我只能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肯定你来玩等等。我们设这个时间吧，我们再过6分钟这个游戏就结束好吧，到时候我们抽奖怎么送待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操心也没有用对吧。然后技能图鉴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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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法术一键升级，这充了多少麦，这个我这个玉其实还值点钱，这个玉我一分没花呀，这个好亏啊，下次帮季老板玩我不充那么多钱了。哎，我这个人真的是每次这样说要充多少钱然后开始玩然后我就充多少钱，我就太实在了，哎，做人不能那么实在，这是一个坏毛病，浪费了多少钱。我之前就像是我之前玩这个游戏，我说我要充10万，我从来都是充了10万以上没有充10万以下过，但是上一次玩这个新斗罗大陆确实不行对吧，我玩了25天结果只充了46000，这个打破我这个下限了，我30天的游戏从来没有充过那么少的钱。但是这个人就得要变通，阴阳师没有玩过，我随便看了一下没有玩那游戏，我玩的时候他都很老了，而且那游戏很干就出卡。我们之前在西安的一些主播还有在玩那个阴阳师，他之前玩过很长时间做了好多视频，但是视频是完全回不了本的，他做阴阳师成本应该也有个6-7折。哦，一键挑战是吧，这一键挑战挑战不了啊，这还有1分钟限制，这副本时间太长了呀兄弟，这我们先升级，反正阴阳师也网易的游戏嘛对吧。啊，但是他当时播放量有点少啊，没有能够收回这个成本，这个仙体一键修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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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好多精力都花完了，这里还有称号再激活无所畏惧，徐徐达到10万战力。仙体还有个什么仙体共鸣修炼一下，专门来看斗罗，既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差评。这个铝是可以结婚，哎，我看一下啊，这66区68区，哎，图图，哇，感谢望图 Z， 感谢图图，哇，感谢这些来看我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注册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这里炼器看一下，一键强化，魂石一键镶嵌，再来，然后上面魂石大师可以升级的，这部分终于打完了，刚才那个一键镶嵌是搞不了的。这里哇，打造一下，获得一个九阶玉佩，哇，九阶戒指，哇 ，nice 啊，4000万战力了。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战力搞到5000万？我这还有那么多20000的这个玉，价值2000块钱的。这里是55关开启，这个领取一下，这是给一些免费的元宝。这个闯关又闯关了，又闯过了。这是别人结婚了发的这个红包。然后副本不是特别想打，这个打的话应该也能解锁不少东西。已经是副本中了是吧？我要去打一下这个玲珑塔。刚才这个2秒钟刷一关，这个还是很爽的，把这个爽完，抓紧时间啊！背包的话，哇，4阶折身石使用。加了12万的战力，再下一关，再使用，这是元宝发一下，下一层，这里好多东西啊！这个神域星石是怎么搞？这是合成这个东西，这个使用之后为什么是去合成呢？这个没有看懂，斗罗待会儿吧，待会儿看一下，我要休息一下。然后法术升级，一键升级，法宝一键升级，这又能升好多，但是它这些东西加的毕竟少，真正加战力的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呢，背包，熔炉一键熔了，古堡是什么东西？放入碎片，用来升级的，这个加的战力更少。再合成，这个石头要是能自动合成就好了。01合成，这些装备是刚才抽到的，可以合成一下。哇，这个合成很方便，不需要费力气。这个开启一键合成，哦，要开服第4天才激活这个一键合成的功能。好，获得一些这个石头，再升到10级。白虎升一下，朱雀升一下，升到多少级？9级、10级，玄武升到10级，10级。好，这4种石头都升完了。谢谢雨生，新老板对我不错，这个游戏多玩一会儿。我知道，但是他要的效果不是我多玩一会儿，他要的效果是我让大家去七里公众号去下载一下这游戏啊，对吧？其实我玩再长时间没有人下载，其实新老板也赚不着钱，就是这么残酷。所以麻烦大家就是下载一下。其实这个游戏打 BOSS 之家有 VIP 限制， VIP 限制应该不会很高，这游戏你看我现在就到 V8 了，再充150就到 V9 了，应该是其实应该就还行。然后福利再领取，上面东西我们再领取一下吧。寻宝这里寻50次，因为有39个免费的次数，我元宝不多了，只有19万，仓库领取一下吧。上面东西感觉好多啊，情系精深累充的又有那么多累充奖励，来领取一下。
下次一定是吧？那就有下次呗，没关系没关系，总有下次的。再领取488998，哎1498就买了。哎，这游戏应该就充1498，充1500都得充就行，而且不应该直充的。这儿是得充9981998就可以直接领取这个 SSR， 不是 SSSR， 哇，直接加700万战力，6800万了。我这在打 boss 是1亿的血量，这怎么就直接那么高战力了？这儿把下面的主线任务做一下，培养坐骑，培养一下，这怎么那么夸张？然后再把这个任务完成一下，坐骑副本挑战一次，这个好爽啊！你充2000还是有好处的呀，对吧？还是香的呀。这里再把这个什么东西，东西太多了，这里东西领取一下。哦，累充还没有领，他还有个累充的，再领再领。我出去找找这个累充在哪儿，不好找。风神商店，这随便选一个方案领取666的元宝。全民狂欢是什么鬼？领取通关20关。然后还有战力的狂欢，这给的元宝好少。战力狂欢看一下，这是到了5000万，领取。上面的东西我再看一看啊，福利是这样子的，再领取一下。寻宝还有红点，你好烦啊！这儿抽一下，好，没有了。百倍返利领取，刚才我点过那个累充，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好奇怪。然后零元购我看一下，零元购立即抢购，购买成功了，这要3天之后才能领取。绝版时装也买下，好，加了41万，谢谢真帅。然后转盘，转次数没有，差了一点。活动明天都才有，这个应该也是7点或者8点有这个活动，我已经错过了，非常抱歉啊。真灵手法，这个激活的话还需要完成一些这个任务才行，这个做不到的呀。哇，天哪，已经22了，各位，我把下面的收一个尾吧。冲榜里面有累充，我看一下，冲榜里面是有个红点的榜单，我是800万的战力，第四名是260万，也是这个区的，反正还行吧。然后这是累充，哎，抽奖10次，这个17万元宝我给他用了呀，这个是坐骑的，升坐骑用的，来抽一下，抽10抽，再抽10抽，这里我领取一下，然后再抽吧。我们把这个花到10万钻石，现在再花个6万，给的这些东西，五行转子、玄金护盾，14万，这个抽一抽，然后把这个榜稳一下，是吧？这个还有别的抽奖吗？稍等。这是14万，给你留点，中奖了。这个留了2万的元宝啊，不是2万的玉啊，玉才值钱，元宝不值钱的呀。我玉都没有花，我就把元宝花了，你还说我，我的天哪！这个都是你们的号了，我的天！当然这确实是你们的号，没有毛病。主要是这个直播观众今天看的这个太难受了，所以把这个号原本是想卖的，就直接给你们了。这是累销这个元宝，领取一下。元宝都浪费了，玉没有用。谁说玉没有用的？元宝值钱。玉才是最值钱的，这要消耗100万元宝，这个我就不搞了，下面没有了。哎，等一下，冲榜累充，哦，是这个，这个我们已经领了，接下来要充3000块钱，就再充700才能拿到这个 SSR， 这个不卖，竞技我也不打了，这肯定无人能敌，对吧？新称号再解锁一个吧，新称号，还是有一丝不舍，情定金身，哎，这新的称号6900，这还有什么？还可以再升级，我现在有两个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仙体一剑修炼6阶，还有什么？还有仙体哦，仙体共鸣升一下，7000万就可以下了。哎，幻化，这个弄完应该就7000万了。哎，6925，这个哇，又是新的功能，这是兵器吧？搞起来，再升，加了9万 ，nice。极品的武器升一下，哦，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抽奖啊，刚才一直没有升。升完，哇，这个金色的应该是红色的，加很多，哇，7000多了，好，这游戏可以了，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收看，谢谢各位。如果想玩这个游戏的话，可以去找这个公众号啊，七里网络搜一下这个游戏，游戏名字叫做《千剑奇缘》，谢谢各位了。我们这个号现在直播抽个奖吧。